哎，妈啊，怎么了啊？我爸被警察抓了。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给你爸打电话。我在家了。甭在屋里，咱们怎么缩头乌龟啊？赶紧开门出来！你守在里边给我装犊子啊！怎么的啊？有种干没种扛是不是？你说你占我爷的房子，你现在还把他锁给换了？哎，这不说，你把我爸、你亲大哥你供局子里了，有你这么干事的吗？啊！你赶紧给我出来！你甭在里边当什么缩头乌龟啊！看什么呀？啊！你知道他们家都是什么人吗？这两口子都他妈是王八蛋！妈，赶紧开门！这么堵着门吗？你怎么不顺说他呢？你说什么呢？没看见人送吗？别在背后使绊子！我现在就在门口了，你出来！就这么堵着我们吗？你也不怕街坊邻居听得不好？那怎么办呢？出来！你爸又不在家，全他妈王八蛋！你赶紧给我出来！你平时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你不是老有点吗？你废话，你跟疯子怎么讲理呀？敢不敢出来一个人啊？太过分了！什么你？你也疯了？我受不了了，没他这么堵着家门骂的。出来一个人来，你试试。妈，你要是害怕，你就屋里待着，我就不信他还敢动手打我。哎，你让开，过来，怎么一还动手呢？你骂够了没有？你出来喊什么玩意儿啊？我没找你啊，我找你爸。躲着，高飞，咱们两家可是亲戚啊，我爸是你二叔，有你这么堵着家门骂的吗？告诉你，你爸不是我二叔，从今天开始不是了。你还知道亲戚了啊？他把他亲大哥送局里，这是亲戚干的事吗？你爸带着修锁的人到我们家来，把我们家锁给换了啊？这是亲戚该干的事吗？别的不说，光凭这点，我们家要是讹上你们，说我们家丢钱了，你们家解释清楚吗？你们啊，讹上是不是你们先换的锁啊？那是因为你们三家都有我们家钥匙，我们家觉得不安全。要是我爸拿着你家的钥匙到你们家翻箱倒柜的搬东西，你们怎么办啊？你甭再说了。我爸是出租车司机，你爸呢？你爸是开黑车的，开黑车本来就是违法的。我爸作为有良知的公民，举报违法犯罪现象，这是他的义务。就算我爸不举报你爸，你爸迟早也会被抓的。你什么你啊？你爸才被抓的。啊、什么你啊？不行，我家出了点事儿，不能送你来。没事吧？我看您那么着急，可不是嘛，还不都是家产惹的祸吗？家产？你这两句说不清楚。那什么，那个，要不你们打车回去吧？真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看你说的，那你赶紧走吧啊！回头再打电话。好嘞，慢点啊。走吧。打！不是，我告诉你，高欢，我说什么说你啊？你爸出事儿了，你不想着解决问题，不想怎么把你爸从公安局保出来啊？你倒先想着到我们家来闹，撇开什么亲戚不亲戚的不说，光凭你拿着个大棒子站在我们家门口，我就可以报警，我就可以叫警察抓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小嘴巴巴的，你给我闭上啊！我是说不过你，我知道你能说，我不想跟你说，你不是研究生吗？怎么的？我不想跟你说，我找你爸，躲开。得了吧，我看你是没理了吧？啊！大姑和三叔正在往我们家赶，啊！你现在就想让大伙怎么跟大姑解释吧？你臭不要脸，你气死我呀！啊！你们家够狠啊！你还敢找大姑是吧？你这够狠，你们家的。是你狠还是我们家狠啊？啊！你是太天真还是太笨了啊？你拿着个大棒子堵在我们家门口，我们还不能喊人了你啊？啊！你可真够奇怪的你。喊人是吧？喊吧，来无所谓。我现在我就进去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你躲开，你躲开，我真动手了。高飞，行了，你再躲开，我连你一起打啊！大呆，干嘛呢？犯浑是吧？啊！你还敢回来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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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都别拦我。还有吗？今天你松开，给我松开！你快跑！松开！你快松开！你快松开！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你出来！拉谁的姐？你们松开我！你们姐打我！我今天我就没这二十了。张飞，我告了。大姑，他害了我爸进监狱，你们护着他。二叔再不跪行，打他都回来。什么二叔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就没二叔了。大姑，二叔也真是的，这二嫂也是的，怎么就把大哥给举报了呢？对呀，还有你们。二嫂呢？哎呀，什么都骗我爸。你是冲我来的吗？你冲我来的，你冲我来的，你冲我来的。说了你是吧？啊！你叫我干什么？大飞！啊！行了，大飞，大飞，你走开！小子，妈还在里面呢，你不跑这儿闹事儿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混蛋！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？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别打了！他放开我妈进去打我干什么？混蛋，这孩子！妈，你这样，你们先去我二舅家，我去保释大舅。啊，孩子，你不能走。大飞，我警告你啊，我现在就去保释你爸。如果我回来你再犯浑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爸，你们先上去吧。啊，走走走走走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都下楼吧。你看围了那么多人，好看是怎么着？走走。